不需要大招就能触发海克斯钢臂。 S 十字最离谱的英雄，原地放 R 触发海克斯钢臂，同时触发即刻的聚合。对于海克斯钢臂这件装备，相信大家伙懂得都懂，看起来属性很强，但实则鸡肋无比。只有开启大招后的8秒内才能获得 A 速和攻速，就连梦魇和贝雷亚都不愿意出这件装备。由此可见，这件装备在玩家心中的地位能有多低。然而现在有个英雄根本不需要开启大招就能直接获得海克斯钢臂的移速和攻速加成，那就是塔姆。根据实测，塔姆出了海克斯钢臂以后，仅需对着空气放一下 R 就能直接触发海克斯钢臂，而且不仅仅是海克斯钢臂，也能触发即刻的聚合。这件装备在 S 十字迎来改版，开启大招后的5秒内周围会产生风暴，每秒造成30%的减速和50%的魔法伤害。而和海克斯钢臂一样，塔姆出了即刻聚合后原地放 R 就能同时触发海克斯钢臂的加速和即刻的减速，因此上单攻速流塔姆就诞生了。推荐出装钢臂、即刻聚合、聚酒、破剑者、智慧默认，成型后直接 2.5 的攻速，你就玩吧，一玩一个不吱声。